今天这一集呢，每一个人都有一首自选的主题曲，美观的获胜者可以抽两位落败机敏的主题曲提示。人心选的是中文歌吧？中文歌，中文歌。你会唱中文歌吗？可以，你可以。那唱一首来听听。要不小心唱出来，你不要唱你开的哦。啊！差一点，快要上当，可恶，差一点上当。你们外面被探路，你们讲什么话啦？每周日晚间8点，饥饿游戏。